这逼真够阴的，我操！但我跟大家说，一般情况下，一般情况下喜欢阴人的枪法都不咋地。哇哦，谢谢飞8553送的4张半卡，谢谢飞，谢谢飞8553送的4张半卡。喜欢阴人的人枪法都不怎么样，但是如果说枪法又好又喜欢阴人，那就很头痛了。看不到礼物了吗？谢谢飞送的5张半卡。所以说，真正牛逼的枪法牛逼的人，一人就是高端局了。刚才如果他枪法好，肯定是我死，但也不一定。说实话，因为他是汤姆逊，我是三级甲。谢飞8553送的10张半卡，谢谢飞。我想要飞得更高，好像节奏有点不对。8553大气10张半卡，感谢飞兄，老板牛逼。布的子弹有点少啊，60发只有，都是30发一刷，真的是。